这个要变号。后面照抄。这一样的拿走。剩下来的摆进来。那这要小心是减法。减 11x 加 23。13减17跟 8x 减8，减8，那你的 A 就是这样看起来 A 就是13嘛， B 是负17，你的 C 就是负8了，那 A 加 B 减 C， 13加负17减负8，负4加8，都等于4啊。在这，我习惯降密码，所以3x 减5，就把它改成3x 减5，而前面要加负号，所以负 4x 括号 3x 减5，减括号 3x 减5，括号 3x 减5，那这个是一样的，对不对？括号，然后再放过来，负 4x， 好。减 3x 加 5， 那个 3x 减 5 括号负 7x 加 5， 那负 7x 加 5 你可以改成负括号 7x 减 5， 这是一样的。哦，所以这个有这个东西嘛，因为没有三减五啊，对不对？没有三又减五，所以要找七减五这个。那这个是不是可以把负五拿出来？好 ，x 可以拿一个，所以这里还有一个，那就要改减三。你这个加15提出负号就变成叫加3减3。XX 拿出来。那这2要乘进去。2X 加 4， 然后这要减 1， 你就是把它遮掉嘛。遮掉再写一遍这样。好，那 2x 加3到这里，然后这里是2减7，2减7一样，都把它遮掉，对不对？2减7， 2x 减7在这里，然后 4x 减3，然后这里要减 x 加1，减 x 加1，所以是 2x 减7，然后变3x 减2，不要减，不要写错哦，减3加1，在 x 加4这有两个，所以前你这前面还有一个，那再有一个 3x， 所以这 x 加4再乘以 4x 加4，那把4拿出去。好 ，x 加 4， 剩下 x 加 1， 这是 x， 把4拿走，我就剩下 x 加 1， 这样会越写越顺的。好，那我习惯是前面不要动嘛，那这个这是2减1嘛，那你再把1改掉， 2x 减 1， 那改掉前面就要改了，就把它改加的。对不对？所以是 4x 加1有
2x 减一也有，那这个全拿掉啊，这全拿掉还有个一，对不对？这个要拿，这个也要拿，所以就变成还有个一，一加 x 减三，那这没有全拿，对不起，这是拿 2x 减一，我看错边，拿一个 2x 减一，然后剩下来就要 4x 加一。然后加 x 减三，这样，所以是 2x 减一，然后 5x 减二，到这里。那这里也一样，前面不要动了 ，x 减一，那我这要改掉。那这前就要改加的，要变号的意思。所以 x 减一，那括号 x 加三进去了，加 x 减二。所以是括号 x 减一，然后 2x 加一，然后这里这可以提 a 嘛？好，因为 a 我有 a， 所以是4括号 a 减4减 a 括号 a 减4，那 a 减4又重复了，那我再写一遍 a 减 4，a 减4拿走之后只剩下4减 a。这样可以，那如果要降幂，那就是你的 a 减四不要动，不用动。那后面四减 a 又可以改成 a 减四，然后但是你一旦改了，外面就要加负号，外面就要加负号。那这样子的话，要重写就变成负括号 a 减四的平方。哦，看你们老师要写到哪里，那你可以照抄啊，把它写到完。三减四，三减四，那就是把三减四，三 x 减四拿出来，然后这个二要乘进来，二 x 加六，那是减的，这有两组嘛，然后走一组还有一组，所以叫减三 x 加四。这剪刀减 3x 加 4， 还有一组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要写减 3x 加 4， 这样才会节省时间。所以就变成 3x 减 4， 括号负 x 加 10， 一样啊，负 x 加 10， 看要不要提出负号，就变成 3x 减 4，提出负号就变成这样，那后面就变成 x 减 10， 然后走负号就相反，好，这样也可以啊，这样也可以。在这里是3减 2， 这里是 3x 减 2 嘛，所以这个地方我要把它改 3x 减 2， 对不对？那这在前面就要变号，这减法就要改加的，所以你要写的是 3x 减2一样，然后 4x 减1加这个3减 2x， 所以是 3x 减2乘以 2x 加2，然后再把2提出去，2提出去 3x 减2x 加一，好，变成 x 加一。在它这有重复嘛？二减三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二减三就是一定在这里啊，重复的地方。然后还没重复的就是三 x 加五在这里，对不对？再加。一，你要把这里丢进去，叫2x 加6。一，这里是2x 加6，这样，就把2x 减3拿出来放。那他们总周长就全部加起来，对不对？就2x 加6加3x 加5，长加宽。
再乘以什么？乘以二。五七 x 十一减三八。反正14x 加16 14x 加16这样，那这个16是4的平方，所以变成1加4加3减 x 跟4减3加 x， 减的时候要分配率，所以是7减 x 跟一加 x， 七减 x， 一加 x， 那这也是平方减平方嘛，一加乘一减，一加是 x 加二，去加后面的五减二 x， 一减是 x 加二，然后再减五加二 x， 减五加二 x。这里就变成 x 减 2x 负 x 加 7 再乘以 3x 减 3， 负 x 加 7 3x 减 3， 那负 x 加 7 可以改什么？改成负括号 x 减 7， 然后呢 3x 减 3 可以提3出来，然后 x 减1再提升出来 x 减一，所以重点在于你有看到 x 减七，这是因式嘛？啊，在这个位置，三 x 加四是谁的？同学，他问是谁的？谁的？三 x 加四，这很明显这个吧？三三九四四十六，二乘三乘四。所以这个可以写成括号 3x 加4的括号平方，所以它一定有 3x 加4在里面。好，在因式分解叫2减 b， 然后 a 要大于 0，a 大于 0， 它这是减法的嘛，它的问是两个 a 减 b，两个是 a 减 b， 那这个 b 就是要3啦，对不对？ 2x 减 3， 再把拆开这边 4x 平方减 12x 加 9， 所以你的 a 就等于 12， 所以两个12再减一个3， 24 减 3， 这样24减 3都符合它的条件了、在这个你可以先把2拿出来，负的也可以拿出来，你把负2拿出来，32变16，这个减加48会变成减24，那负18拿走负的变加9，然后再来这个16是4乘4，9是3乘3，然后24又是2乘4乘3，就变成 4x 减3的边方，所以应该是负2括号 4x 减3的平方，在这里再注选项，再注选项，那这个可以当代号，你可以把这个等当做 k 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这是 4k 平方减 20k 加 25， 4是22嘛，那5是55，符合公式就整形这样。2k 减 5， 啊 k 是 k 加k 是 x 加2嘛，所以是2括号 x 加2再减5，所以是 2x 加4减 5， 2x 减 1， 选 C。 那又要它的因式，这个要照抄 3x 减 2 减 2， 把这平方换成 x 加4跟
组织二。就会造成 x 平方减4嘛，那 x 加 2x 减2，再你 x 减2把它拿出来，啊，这要乘进去 3x 减12，然后减 x 减2，你 x 减2已经拿走了，嘿。减 x 减二，所以这样是2x 减14哎。那 2x 减14可以把它换掉吗？2x 减14，对，二括号 x 减七，所以 x 减七就在这里面。x 减七在里面就是因式嘛，哦。在这 x 平方减九，你可以把它平方减平方，变 x 加三跟 x 减三，减2倍的 x 加三 x 加三，把那平方打开啊，那你发现这 x 加三重复了，然后再把这剩下的丢进去，x 减三加三了。x 加 x 减三，这 x 加三，对不起，重复这 x 加三，所以丢进来也是 x 减三，然后这里再分配一次，减 2x 减六，所以这样会变成减 3x 减九。哦，不是减 3x，是减一 x，负一 x 减九，负一 x 减九在这里啊。那这个又要平方，你可以把这个打开啊，3x 平方九，3x 乘 3x 减 2ab 嘛，二乘三乘 c，那就 6cx，然后加上 c 平方，我觉得这是不错的，照这样做就可以。那你就是。x 平方减48x 加 b，所以你很明显 a 等于九嘛，好，六个 c 减48，c 等于什么？c 等于八，六 c 等于48，c 等于八，那 b 等于 c 的平方，8864。所以 a 加 b 减 c，73减8，65。这里你如果把加二移过去啊，就变成 3x 减2等于根号7。好，这个留着不要动。好，我们看一下这有没有符合，这是33，这是22。那中间有没有二乘三乘二呢？有，我们就符合，就变成3x 减3x 减二的括号平方。那 3x 减二是谁？是这个根号七呀，就根号七的括号平方，那就是七。好，这是前面有条件啊，再拿后面用。前面有条件在那后面用，这个是六的平方嘛，所以一加是六加二 x 加五，一减是六减二 x 减五，减的时候要分配哦，嘿，减的时候要分配，所以变二 x 加11跟负二 x 加一。
如果没有负要提出去，就这样子。那这就是平方减平方了，这里也平方减平方，所以一加三 x 减四加上 x 减六，再三 x 这是加的嘛 ？x 减四减 x 减四加减 x 加六这样。三 x 减四减 x 加六，所以最后是四 x 减十，然后二 x 加二，所以你把二提出来，这里要提一个二，这里提一个二，那就提四哎，二 x 减五跟。把二提出来了 ，x 加一，你这个这里可以除以二，除以二嘛，所以你等于是拿四出来，提四啊，你提一个二出来，提一个二出来，二乘二就提四嘛，那这里看一下，这是二二，然后是九九，这是三十六嘛，所以结论是二 x 减九的平方，二 x 减九的平方。那这个要先同分，而且负号要拿出去。三分之负，你负号在外面。那三的话，这是 x 平方，负五变三十二 x， 负的提出去了。是长这样吗？你这里就是三分之负 x 平方，负在外面，那这是三分之十二，这三分之三十六，所以三分之三十六，你那些负号拿出来，这个加法变减法，那减法变加法。是三分之负括号 x 减六的平方，符合公式嘛？那三十六就是 x 减六，这是二减一，二减一，这是四又是二二了，九又是三三了，那是二乘二乘三，可以吗？好，所以就变成。二括号二 x 减一这个东西，然后加三，然后中括号的平方，然后就可以得到这些东西。二 x 这是四 x 减二加三，减二加三，减二加三是正一嘛？四 x 减二加三。对，三减二是三减二哈，这里改三减二，三 x， 不然你就是用不会影响正负号的也可以啊，也可以，因为像这是特殊公式，也是二减三 x， 那这边。这交换之后不会影响大小嘛？减六括号二减三 x， 二减三 x， 二减四，然后加九，九
九就是三括号四减 x 括号，这样，把平方夹在外面，你这九可以放里面了、啊、哦，那就是变成平方减二 ab 嘛，因为你这有一个三啊，所以二乘三等于六，对不对？哦，对，平方也没有差别嘛，对不对？那再就是，刚好它就符合公式了，就是 a 减 b 括号平方。你看哦 ，a 平方减二 a，b 在这里面了，好、哦。这个 x 减这。这个可以改成 x， 哎 ，x 减四嘛，所以我在这里直接改 x 减四，对，平方是一样的，好，这样就符合公式啦、啊，啊 ，a 平方减二 ab 加 b 平方，所以就变成又是减法嘛，二减三 x 去减谁呢？这三倍的 x 减四，这是主角，三倍的括号 x 减四，好，二减三 x 不要动，然后这里是减三 x 加十二，所以是负六 x 加十四的平方。负六 x 加十四的平方，嗯，那你这里面是偶数哎，可以拿出二了，所以二十四，啊，负六会变负三，十四会变七，啊，十四会变七，这样，负六跟十四就拆二二嘛，二二就得四，再拿一个二，再拿一个二出来就变四了。因为平方啊，哈，因为平方就变四了。这应该不用这个对吧？那这里全部凑起来，这全部凑起来就是。九 x 平方加四十八 x 加六十四，对不对？那九三三检查一下正方形八八，二乘三乘八，哎 ，bingo 哎，所以括号三 x 加八的平方，所以它边长就是三 x 加八。好，我检查一下前面写的对不对 ？OK， 我刚对过了哈，这次都对的，好。各位要加油，把这个完成。